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算了，这波很赚，我有 TP 的。耐心，亲爱的。没学伏地有点可惜啊。我操了，完了，吃完饭这真的不在状态。有点难受，我操！有点难受。只有在通向权力时，财富才是有价值的。罗马罗水银鞋的打法。水银之鞋，稍微卡一下。难玩，真他妈难玩！真你妈的难玩呐！
妈的神经病。真他妈的神经病啊这些人。吃你家大米了这样吧。你没吃你家大米啊，这么不当人。要不了，这不打不过的，人家妈补完装备三个满血出来。这把就不出时光杖了。没有脊梁骨，不对，灵动柔韧，非常对。不出去了。每个问题都是一次良机。这个打野应该是嘎了。权力需要精度。终于来反盾了一波。离你的敌人远点儿，离我近。我可没那么容易就离开你的身体。
哎呦啊，西巴，西巴亚，我操，他妈的，这饭我再也不吃了，算了，再爬两会儿，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。我好呆啊，我他妈这波真的好呆。秘密比刀刃更加锋利。真他妈西班牙。防御塔护城即将脱落。操的，没鞋啊，穿不了，穿没脚，穿不了鞋啊。我喜欢留下一个。我这波拉扯很菜，这波拉扯很菜，不是我的水平。这波拉扯不是我的水平啊。没有 W 了，漂亮，鳄鱼也没闪，还行，算个脸蓝吧。算那个脸蓝。这波开始他就不可能打得过我的，他不可能打得过我。耐心起来的，上塔300块没了。我会料理好一切的。嗯、等他交易出来吃线吧。EQ 只有在通向全力时，财富才是有价值的。当心，我要。
阿雷也去反一反。 减少波比刷野的烦恼。我马上就回，要小心。 我们都戴着面具，有些人们还是destroyed。我们都戴着面具，他们有可能偷大龙了。 没有人带枪啊？没有人来吗？皎月回来了。 他回来也打不过我。 走吧，他们可能不要大龙过来抓我的。 Nice。